乐乐，吃饭，快！吃饭的时候不可以看电视。哎，你凶什么凶啊？咱们乐乐是要一边看一边吃才吃得多的。来，奶奶喂。妈，你不能这样喂他。怎么不能这样喂？他爸爸就是这样喂大的。妹妹，我要这个。天气冷了，我们不要这个好不好？哎，孩子要你就给他买嘛，你怎么回事呢？那个酸奶都买不起吧？来，乐乐不哭啊，妈妈不买，奶奶给买啊。乐乐，不许吃糖了，你已经吃很多了。陈妹妹，我要糖。你怎么可以打妈妈？乐乐，你再这样，妈妈生气了。妹妹是很粗的人，走开。谁叫你讲这种话的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想干什么？是很粗的女人。奶奶，我要吃糖。好好好，吃。孩子想吃什么你就给他吃好了，还用得着动手吗？乐乐现在都开始打人了。小孩子耍耍脾气怎么了？他打你疼还是你打他疼啊？我怎么摊上你这么狠毒的儿媳妇？你没钱没势的，要不是看在你生了乐乐的份上，早把你赶出去了。是你教乐乐说我是坏人的，这还用教吗？你自己什么样你不知道吗？乐乐，我们走。干什么？你够了！我一直敬重你是长辈，知道你疼乐乐，但并不代表你就错了，的方式溺爱他。你说什么？他现在得不到想要的就哭闹就打人，一点规矩都没有，出去都被别人说是没教养。他才5岁啊！今天打人，明天就会打架，出了事情你来负责吗？还有，那管理室的喂养方式很容易把病菌带来孩子，到时候得病了怎么办？你懂什么？我一直看了50本育儿书籍，知道许多专业知识。你一直用你陈旧的观念带小孩，不相信科学，不相信我，那我只好自己带乐乐了。孩子是我孙子，孩子是我生的，我自己带。哦，好，我现在过去。哎，乐乐妈，这么巧啊？对呀，刚接完乐乐放学。哎，乐乐呢？在我身后呢。